尽管来了，超开心的。这是我们的鲜肉技师，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嗨，嗨，你好。我叫利友。我叫恩雅。那因为那个轮胎哦，其实我觉得不是说那么的漂亮啊，我们就是拿那个其他的轮胎来抵替一下，好吧？那因为重点还是在我们买气。那个可以拿来放在车上，也可以买回去健身用。不会太紧，那罗马也要换好了，换笔，因为大家都没有把档次设定，好吧。我是非常重要的事哦。对。我们的轮圈，应该说，我们的轮圈拿去喷砂烤漆，回来就跟新的一样了。那就大家敬请期待。